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自别书有一点仔讲，这内底拢敢若有一个讲话人的迄个话语。美国嘛，伫迄个著抗美代有叫做自别派，啊，有听许咱知影话许足歹读。吼、哦，外国嘛，伊许个别墅咧行的时，敢若比如讲，咱来用基础、用建筑物来看的时，咱较早的印象内底建筑物啊厝。咱较早迄个砖卡的迄个五间厝，迄个较早的迄个古厝，啊厝就应该即个形，啊即个形内底有较好的材料，较歹的材料，啊是较迄个较大较细，但基本上迄个较早的迄个初具先知影讲，迄厝大概安怎，啊到尾咱去发做，但是咱即摆来看，每一间厝的建筑师拢有对迄个造型有一寡伊的特别的迄、那个的一寡想法，比如讲，咱有听讲要去一间厝。啊，咱若还袂起起来时，咱可能无一定会当讲啊，厝应该是啥物款？袂，咱若较早古早几十年前伫迄台砖卡要起一间厝，诶，厝拢共款。但即摆有可能一间建筑物，啊，即个内底愈公共性的建筑物，比如讲美术馆，啊，伊嘛听，伊就愈侪可能性嘞。你根本就袂想啊，伊来起安尼，吼、哦，你讲高雄迄、那个适应啊，迄、那个展场。移动进雄，啊，即马要来遮起迄个音乐厅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啊，你看阿杜，伊安藤忠雄日本，你看伊厝，哎、欸，你想讲，哎、欸，伊个材料哪会拢伊个清水无？吼、哦，拢安尼足朴素个，啊，拢你无看到台湾拢大太路，即马愈来愈少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个厝就讲，你目的同款，你，但是你每一个建筑师，伊会当用伊个想法达到你个目的，但迄个形式，伊会当提出来一挂。新的是配合这个景观，配合材料的可能性，甚至呢，即卖的厝可能规间，建筑物咧起做的是金属以外，可能连恐怖力嘛有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物件，我就感觉讲，市内底，时常是有每一个人拢伫遐，即本书就到我来讲的是精神的物件，我感觉是本质袂变，但形式会变。啊，受到影响的物件无同款。以我拄仔咧讲的，就讲，即十几年我比较侪，逐年拢有去出一本我读外国史，然后用迄个外国史的迄、那个我家己的随笔去写外国史。然后因为咧，所以我有受到迄、那个艺术大学以后的世界足侪国家的诗人的迄个，我会想讲啊，伊是安怎会诗会当写呢？拄仔咧讲诗人拢足长岁数，有。阿毛是血脉足底，拢有，迄个所有人拢同款吼。但是有两个足特殊的例子内底，我有用到一个，有一个足长命，九十几岁，啊，伫波兰叙利亚叫做 Miros。啊，这个诗人呢，这个诗人是迄个1960年代初期就走去美国。即个人去美国，伊尾也无爱共产党的统治，啊！伊本来法国伫法国大使馆，荷兰驻法国的大使馆做文化参事，啊！伊拄仔对法国走去美国，啊！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，然后伫博克莱咧教册，教迄个斯拉夫文学。伊是1980年得诺贝尔奖，啊！伊都活足久的。啊！有一个得诺贝尔奖，40岁得诺贝尔奖，叫做布罗斯基。这个码头60岁都有过身去啊！真个呢，这是咱战争艺术大战战争以后的一个足特殊的，我足爱的这两个诗人。这个是犹太人，啊，原来伫迄个苏联时代，啊，伊拢常常写信去批评共产党政府。啊，共产党政府尾啊用啥物罪名？用伊是社会假先头，伊拢无头路，啊，所以来放逐于西伯利亚。啊，有真侪世界的诗人，就甲伊伫世界公开声援得救。较早的苏联时代是安尼，啊，你要救，啊无你要爱无，我互你。对一个要爱，美国甲伊接收，就来去纽约，啊，尾仔拢伫纽约。1980年代尾期，苏联解体，东欧拢解体的时候，米罗斯伊就转去波兰，但是有人问布罗斯基讲，你要转去？罗西亚，伊无转去。伊讲对我来讲，
我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。死了，伊嘛无待伫美国，嘛无待伫俄罗，伊都待伫威尼斯。因为呐，伊感觉威尼斯是一个伊精神的故乡，伊捌伫遐住一年，啊，伫遐演讲，啊，伊感觉啊，对伊来讲的是，伊无家己的国家，啊，无待伫美国，啊，就走去。啊，即、這个影响我最大的就是讲，伊的死拢干涉政治。啊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死应该干涉政治。一直到政治停止干涉死为止，我即个有够，即句话是也有够感动人。就讲死爱干涉政治啊，啊，到什么时阵卖干涉？就讲政治已经不来干涉死的时阵，咱就免干涉政治。啊，伊佫讲一句话，我做下我定提出来讲，伊讲啊，伊讲图书馆比军队较重要。伊讲帝国毋是靠钱，伊讲帝国是靠语文的力量。就是靠你的迄个文化的力量去维持迄个帝国，这是布洛斯基给我影响啊。所以我有阵仔最爱读，甲咱台湾的处境同款，啊，迄个同款无一定完全同款。第二就是讲民主化的发展内底拄着困难的迄个国家的事，啊，这种就是安怎，就是国家在追求独立，啊，拄着困难。啊，这两种的迄、那个，国家的迄个诗人的诗，我感觉讲，对我来讲的是上会当感动我。啊，有当时啊呢，因为世界有的国家是比咱较进步，经济真好，政治真好，拢无啥物问题性。一个人会当免去关心政治，关心社会，这个社会真公平。啊，伊的诗予咱看看的，有滴会感觉讲啊，花花草草，吼、哦，无啥，对我来讲呢，无啥废话的力量。因为咱生活在一个足困难、啊足问题性的社会内底，敢若讲咱阁足爱足侪代志爱拍拼，是的。即一个波兰的诗人讲，讲树篮咧大火时，咱无时间为一朵玫瑰花来悲伤。哦，即我有听咧读册时，啊，听来想着，啊，迄拢变作定居伫我的心的土地内底，啊，变作足侪足侪，拢我听讲讲讲，爱来走起来。我拄仔嘛无去想着讲，迄、那个。波兰一个诗人叫斯洛瓦斯基，伊讲，当伊人话讲，啊，你哪会写迄较水的诗？伊讲哦，当树篮拢大火啊，火烧规个山拢要烧起是，我根本就无时间为一朵玫瑰花吼，把人按起来悲伤。伊讲安尼，啊，米罗斯嘛是同款，米罗斯去波兰，去美国拢用波兰文写作。啊！我最近我有伫日本演讲的时候讲到这代志，啊有人讲，我讲用母语写作，啊讲我家己也无用完全用母语写作，好、哦，啊我讲波兰的用母语写作，讲以波兰文伫波兰的写作用波兰文，这是无唔像台湾了，有中文有华语有原住民语有各种语言，伊是波兰是种语文，啊伊离开波兰去美国是继续用波兰在写作语文写，迄个就用母语写作。啊，咱台湾变讲啊，有这多人有特殊的政治问题，变作安怎嘞？变作伫台湾内底，你每一个人咧写伫台湾的，可能有几啊种。若算讲台湾独立做一个国家时，伊咱台湾共和国宪法把声明、荷兰话、客语、北京语，啊，加迄个完全的因的话，拢是咱的通用的，就是咱的语言的时。你若离开台湾去别个所在，有时间流亡的时。可能你遐个语拢是理论上就甲迄个米老师咧讲，我重视的母语同款。受了这個影响，啊，所以我这边是一个时间是五十几页甲六十几页，啊，当然会甲倒转来看迄个二十几页、三十几页、四十几页拢无啥同款。哦，啊，我稍微分几个单元来啊读一寡书，啊来讲一寡书，啊内底甚至有一个单元是有足侪看到迄、那个。啊！我甲迄、那个我受到影响的诗人，啊，我伫诗内底去甲伊咧进行一挂对话安尼。这个诗集内底第一个单元叫做《风中一刻》，拄仔咧讲迄个诗即位诗嘛是即内底。我想我若阵无进去五十几岁、要六十岁，我嘛袂写即款的诗。我讲卖去想风中在飘动的迄一片叶啊。爱去烦恼，伊会落伫啥物所在？
即摆伊就摄个迄个照片，伫日头光，啊伊真有光的迄个画意，咧讲着写个欢喜。啊，若讲要悲伤呢，是伊个叶啊绿色啊变做黄色个是，啊但是即个时阵是深色，啊迄个时阵已经秋天。啊，咱听着暗时祈祷的迄个钟的声音，从迄个黄昏的迄个颜色啊，甲辅助音乐，悲伤嘛是一种事，敢若人生，伫咱的旅途中，啊有真侪的迄个注解，来印着咱的无同款的卡样。